제 무주신은 啊，这个是怎么让他懂的？就是你要慢一点，你弹一下。哦，就慢一点。这个我也不记得。哦。慢慢的。学到。对，哎，挺好玩的。是的。先看一下你们的动作吧。动作就是一个一个来吧，我先吧。那我其实明示也很简单，就站着就好了。他不动，对，他不动，他就这么走。他有一个手是一定要放在背后的。啊，对啊，就这个手。对，而且那个手上是有一把武器的。啊，是吗？武器吗？一个球。他右手有一个球，左手藏在后面的那个整个劈帘下面，后面有假肢。什么假肢？必须。下一个是韩信是吧？韩信的武器是大枪，他平时是这样背在后面。对，他平时是这样背，跑的时候都是这样跑的。你慢点，你别戳着我。我入戏哪儿错了？我入戏了。没错，很好，很好，很棒。就是有一套，然后之后几个武器啪接到一块儿，然后一起一散。啊，我可是我武器是个球哎。你看过中国达人秀吗？他玩那个球都玩得很好。好，我就，